《清明上河图》生动记录了中国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当年的繁荣市井。北宋时期餐饮业十分发达，街市中的经商之家不常在家烹制饭菜，大多数到外面下馆子或点外卖。经研究发现，就是这个外卖小哥手中端的两碗饭呢，应该是面食，因为北方人呢大多数喜爱食面食。这个应该是我们能在图像当中看到的最早的外卖小哥的形象。外卖小哥的身影不仅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能看到，在博物馆内展出的宋代送外卖的陶模也是实物的佐证，就跟现在看那个 3D 电影似的，这个人物的形象啊特别的生动，还有这个细节他们刻的这个都就挺厉害的感觉，这表情什么的就看的都特别的一帧，就比较内心挺震撼的。